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超市购物玩具。打开冰箱，摆上番茄酱、蓝莓酱、薯条，关好门，打开下面的抽屉，放入西瓜、草莓、香蕉、葡萄，再关回去。第一层货架摆牛油果汁、桃子汁、矿泉水，第二层摆橙汁、柠檬汁，还有可乐。第三层摆面包、甜甜圈、饼干。猪爸爸来购物喽，拿上篮子，打开冰箱门，拿一盒薯条、一瓶蓝莓酱，再来货架上拿一瓶可乐。猪爸爸买好了，拿回家去吧。小猪佩奇也来购物啦。佩奇口渴了，先倒杯水，快喝吧。好啦，拿上篮子去购物啦。打开冰箱抽屉，拿一串葡萄、一颗草莓、一根香蕉、一块西瓜，选好啦。帮佩奇切水果、切草莓、香蕉，再切西瓜，还有葡萄。长颈鹿杰拉德也来购物啦，拿上篮子，打开冰箱，拿一瓶番茄酱、一颗西兰花、一根胡萝卜，再来货架这里拿面包。东西买好了，杰拉德拿回家去吧。这辆就是大勇消防车。打开车厢，这是超级飞侠金小子，开始变形，收起双腿、左手还有右手，放下机翼，变形完毕，准备出发喽。这是超级飞侠多多，开始变形吧，伸出左臂，伸出右臂，然后放下双腿，多多变形完成。多多要来操作水泡，装上炮弹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发射。再把多多变回去，收起左臂、右臂，收起双腿，变形完成。这是超级飞侠乐迪，开始变形，收起左臂、
右臂，打开后盖，收起双腿，乐迪变形完成。在这里准备，出发喽！这是超级飞侠包警长，开始变形喽！升起右翼，还有左翼，伸出左手，还有右手，放下双腿，包警长变形完成。包警长过来，拿上水管，开始灭火吧。火扑灭了，再把包警长变回去，收起左手，放下机翼，收起右手，还有双腿也收起来，变形完毕。这是水泡，可以安装在这里。这是超级飞侠小爱，开始变形吧。伸出左手，伸出右手，放下双腿，小爱变形完成。小爱过来操作水泡，发射炮弹扑灭大火。小爱任务完成，变回飞机形态吧。变回去啦，起飞！帮大勇收回车厢。大勇也要出发喽。改变巴士的警车形态，警车出发，警车在道路上巡逻。这是绿色的魔盒，打开它。哇，好酷啊！放下两条腿。好啦，还有这边的也放下来。打开盖子，调整一下眼睛。这边也是。魔盒变形完成，让警车跟魔盒合体。哇，变成了变色龙警长，出发喽！这是百变巴士的消防车形态，消防车出发，消防车在道路上行驶。这是橙色的魔盒，开始给魔盒变形。同样放下四只腿，然后拉出牛角，魔盒变形完成，消防车准备合体了。合体完成，变成了斗牛消防队长，出发喽！这是百变巴士的校车形态，校车出发。校车在道路上行驶，
个黄色的魔盒，开始变形。还是调整四只腿的位置。再调整一下上面的零件。魔盒变形完成，校车准备合体啦！合体完毕，变成了雄狮车长，出发！这是汽车底座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四个轮子。这是车头，安装到底座上。安装好了。这是车厢，也装上。好了，再装上翻斗。翻斗车安装完成。让小猪佩奇上车，佩奇出发喽！这里有货物要搬运，翻斗车过来啦，把货物装上车厢，掉头，运走喽，到站点啦。掉头，卸下货物，继续出发。接下来我们要组装垃圾车，这是车头，装在底座上，装好了。这是车厢，这个窗户可以打开，装上去。另一节车厢窗户同样可以打开，装好。垃圾车组装完成，佩奇来驾驶垃圾车，出发喽！哇，这有好多垃圾，佩奇来运垃圾啦，拿走垃圾，打开车厢，把垃圾放进去，关上车厢，佩奇要把垃圾运走喽。到达垃圾场，掉头，把垃圾卸下来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组装清障车。这是车头，装在汽车底座上。还有车尾，这是清障用的吊钩，装好。清障车组装完成，佩奇上车，佩奇要驾驶清障车出发喽。有一箱货物需要清理，清障车过来啦，掉头，用吊钩勾住货物，把货物拖走吧。这是百变巴士的救护车形态，出发。救护车正在路上行驶，这是一个
浅蓝色的魔盒，打开它。哇哦，给魔盒变形，放下两只腿。这边也放下来。变形完成。让救护车进去，变成了地图医生，出发喽！现在是百变巴士的校车形态，校车出发。深蓝色的魔盒，打开魔盒，开始变形，放下一只腿，这边也放下来，再调整好翅膀。这边也要调整。变形完成喽！哇，让校车进去，变成了园丁鸟车长，出发喽！这是百变巴士的警车形态，警车出发。警车在路上巡逻。一个黄色的魔盒，打开它，开始变形，放下腿，手也要调整好。这是尾巴，这边也同样调整好。变形完成啦！让警车进来，变成了跳鼠警长，出发喽！这是第一幅拼图，我们开始吧。拼第二块，第三块，第四块，第五块，第六块，第七块，第八块，第九块。第一幅拼图拼好了，接着来拼第二幅拼图。拼上第二块，第三块，第四块，第五块，第六块，第七块，第八块，第九块，第十块，第十一块，第十二块。第二幅拼图拼好了，再来拼第三幅拼图，拼上第二块，第三块，第四块，第五块，第六块，第七块，第八块，第九块，第十块，第十一块。
第十二块，第十三块，第十四块，第十五块，第十六块。第三幅拼图也拼好了，先来拼装搅拌车。这是车底座，这是车壳，装上去。还有链接键，装好。再拼上搅拌桶，搅拌车拼装完成。司机上车。搅拌车出发喽！到达工地，调转车头停好，把砖块放入搅拌桶，开始搅拌水泥。搅拌好了，倒出来，任务完成。接着拼装环卫车，这是汽车底座。装上车壳，还有车厢，环卫车拼装完成。打开驾驶室，司机上车，环卫车出发。这里收垃圾桶，把垃圾桶装上车厢，运走吧。到达垃圾场，调转车头，把垃圾桶卸下来，任务完成。再来拼装拖车，这是汽车底座，这是车壳，装好。这是吊钩，也装上去。拖车拼装完成，打开驾驶室，司机上车，拖车出发喽。掉头，吊起这个铲斗，拖走吧。回到车间啦，把铲斗卸下来，任务完成。最后拼装升降车，这是汽车底座，装上车壳。OK。还有云梯也装好，升降车拼装完成。打开驾驶室，司机上车，出发去救援。小狗丹尼被困在屋顶了，升降车来啦，掉头，升起云梯，丹尼快上来，降下云梯，丹尼得救啦，救援任务完成。这是巴克队长的魔鬼鱼艇。来地守护队，各就各位。让巴克队长来驾驶，出发去巡逻喽。哦，有只螃蟹被重物压住了。巴克队长准备救援，先让巴克队长下来，帮螃蟹搬开重物，
好了，坐上鱼艇，螃蟹也上来，把螃蟹送去医院吧。到达医院，过来救治螃蟹。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，这是呱唧的虎鲨艇。哇，让呱唧来驾驶，出发去巡逻。有条旗鱼被卡住了，呱唧过来救援，让呱唧下来，开始救援，旗鱼出来啦！呱唧返回虎鲨艇，旗鱼也上来，快去医院吧。来给旗鱼治疗。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，这是达西西的蓝鲸艇。酷！来，地上团队，各就各位。打开驾驶室，让达西西来驾驶，出发去巡逻喽。独角鲸好像生病了，达西西前来救援，让达西西下来，把独角鲸抱出来。达西西坐上蓝鲸艇，独角鲸也上来，准备前往医院。医院了，快给独角鲸治疗吧。这是一只小兔子，放到粉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熊，放到蓝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狗，放到棕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猪，放到橙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恐龙，放到绿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猫咪，放到黄色的窝里。这是一架救援飞机，打开门，小兔子要去体检，小熊也要去，小熊先来体检啦，给小熊测量心跳，心跳正常。小兔子也来体检啦，要给小兔子检查牙齿。啊，牙齿很健康。最后给他们测量体温。好了，小熊和小兔子体检完了，打开门，小狗要去体检了，小猪也要去体检，先给小猪体检。
来测量体温，体温正常，再测量心跳，心跳也正常。到小狗了，给小狗测量心跳反应，反应正常。再给小狗修剪毛发，剪完啦，剪得真好看。打开门，小猫咪要去洗澡，还有小恐龙也要去。把小猫咪放盆里，还有小恐龙，他们俩在盆里洗澡咯。洗完啦，再来吹干身上的水，吹好啦。小恐龙回窝里休息吧。还有小猫咪，好好休息哦。